2022位毕业生，嘉安分班由谢玉玲老师带领21位毕业生，高原分班由唐淑英老师带领27位毕业生，盛庭分班由黄心怡老师带领27位毕业生，三林分班由舒燕迪老师带领13位毕业生，乌林分班由张慧颖老师带领18位毕业生。我们龙潭乡立幼儿园为宝贝们精心设计的6道赐福智慧门，希望小宝贝们通过这6道赐福智慧门后，期许未来的人生道路可以更加的宽广顺遂。